浪花淘尽英雄，关爱的开书。哈，今天我在这儿德云三队评书专场。这个刚说书就有人捣乱，没关系，您接您的。这个说书啊不容易，我也是第一回，三样东西啊，手绢上醒目，还手表啊，你摔坏了。这个我这块醒目啊，我不知道列位离得近可能能看，跟他们那个不太一样。这个呢我简单说两句。这块醒目啊是两年前6月13号，我呢扣在我师父郭德纲先生门下，这是恩师所赐。这个前后呢是我们这个德云社的这个标志，正前面呢德云社，这边贺字科弟子，这边是阎鹤祥，我们师兄弟人手一个，这是拜师的纪念。按道理来说呢，这块醒木啊舞台上不能用，为什么呢？这是赠品，纪念品，这应该留着。我用这块的时候他们说我，你怎么能用这块，这摔坏了怎么办？咱师傅有抠，这不结实。但为什么呢？我解释一下，我这人啊办事有个习惯，这个东西呢是做什么用的？说书用的。我认为啊，这个东西只有用过了呀就有灵性，真的真的，这是我这么认为的。这个东西就活了，如果要是没有用过，它永远是个死物。你比方说吧，这举例子啊，我喜欢看篮球，你那微博上都看见过，这个美国的 NBA 球星啊，不管是科比还是詹姆斯，他们穿这个鞋要是新鞋，即使他们签过名，这值钱不值钱？值钱，但值不了太多的钱。但要是这个球星穿过这双鞋，而且在重大的比赛上穿过，比如说总决赛最后一场，这个鞋可就值了钱。尤其在这上边有这个褶皱啊，证明确实穿过了，褶皱越多证明比赛越激烈，你甭管这鞋多臭啊，倒是这鞋也值钱。所以来说我这块醒目如果我用过了日后就不值钱了、啊、说这有懂这个收藏的，就是您要对这个感兴趣咱们可以谈一谈、啊、我家里有100多个呢，真的，这不是开玩笑。这我们德云社比方说啊，20个弟子贺子科，这个醒目有20个，现在不用说，过60-70年以后我们这些弟子啊死走逃亡，可能就是剩不下几个，你肯定是没有几个了，你有的可能30多岁家里房就塌了，对不对？这个得重病没有了，那肯定有。比方说吧，70年之后就剩下3人了，谁呢？我阎鹤祥，这个张鹤伦，咱已经半身不遂了，那个张鹤伦，还谁呢？我再想一个啊，杨鹤宗吧，啊，杨鹤宗，就是我们3人了。那时候德云社了不得了，好，那是全球顶级的娱乐传媒机构。那时候我们仨这块醒目可就值了钱了，都是文物一级的呀。你比方说吧，这个索斯里佳士得搞这个全球的艺术品拍卖，啊，都是世界大富豪啊，什么这。什么乔布斯都在最后一排坐着呢，乔布斯坐不了了。这个活不到那会儿啊，我也知道。拍卖前面都是大艺术品，比如说这个第一个什么《呐喊》，蒙克，啊，这个第二幅什么呀？这个想一个啊，维纳斯啊，断背。维纳斯断背，第三幅呢，蒙娜丽莎的微笑，这都是顶级的艺术品啊，微笑。
再下一幅，自由引导人民啊，啊，这我就别学了，这不算计算。这不，再下一个就是德云社，这三位弟子贺子科这块醒目，这时候就看出价值来了。为什么呢？艺术成就不一样。我那时候就基本上老艺术家的基本上就是啊，功成名就。这个杨鹤通呢是干到30就干不下去，捡破烂去了。张鹤伦呢是20几岁啊，就在舞台上就半身不遂了。所以说他们那块醒目，起拍价可能啊3.6-3.7，我这件就得6.8，就知道钱。这说几句笑话啊，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传。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勃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没有掌声，我这是一首词，我念这个呀，各位可能就知道我这要说什么。不错，《三国演义》这首词是谁写的呢？明朝时有一位大文学家，这人叫杨慎，写的这首词。原先呢，不在这个《三国演义》的原著里，罗贯中先生没有写这个。这是后世啊，毛宗刚父子有一个《毛坯三国》，也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后世毛宗刚父子提讲这部《三国》，把这首词挪到前边。如果没看过这个《毛坯三国》的电视剧，《三国演义》老版的，前面杨洪基老师唱这首歌《滚滚长江东逝水》。啊，《三国》这部书啊，不好说，为什么呢？太熟了。我们这行有句老话叫什么呀？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个曲艺作品啊，你甭管是三弦儿，还是这个大鼓啊，还是西河，刘火车唱的，越听呢越有滋味。你给常听，这个戏呀、啊，戏曲听熟的，甘露寺啊，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还有这个焚昭关啊，一轮明月照窗前，越听越有滋味。有人听一辈子都不带烦的，当然也有人听一遍就烦啊。这个也有人不爱听京戏，这我知道。熟悉，我就有知道这么一例子，这是我实事儿。我有一个发小，他爷爷呀特别好听京戏，这老头还是工程师，很有学问，好听什么呢？听这个程派，程砚秋先生啊唱陶，左琳囊啊，荒山泪啊唱的不错。这老头最后啊得了个病，什么呢？直肠癌，查出来就已经是晚期了。去年呢住在这个北京肿瘤医院，最后是放疗化疗啊，就折腾的不行了。老头最后呢就是放弃抢救了，已经冥冥之中啊这人已经恍惚了，把家属呢叫到床前，一切事儿都嘱咐完了，问问说老头还有什么最后的想干的事儿呢？是吃点什么呀？说点什么话呀？这个老爷子没说什么，但是他这个孙子呀，就是我这个朋友呢，知道这个意思，拿出这个 MP3 来，把这耳机呢给老爷子戴上，放了这么一段春秋亭。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晓？即日良辰当欢笑，何不浇筑化泪泡。他知道他祖父啊这辈子就爱听这段。这段春秋亭为什么好呢？讲的是这薛湘灵啊见着人有困难把这个东西送给人，这是佛家的大善，老爷子就喜欢这，而且这段非常好听。最后据他所说，他爷爷是很安详的听完了这段离开的人世。我为什么对这段有感觉呀？因为我也非常爱听这段春秋亭外，但是我还没事儿啊。非常好，确实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戏迷啊喜欢听这个，确实对这个精神上啊有一种难以逾越的这个
亢奋，可能不是，可能学一段吧，学一段。这个没有，没有这东西，不是我不能唱啊，因为这个说书啊，我们就是指的说书。这我们唱戏的违反规矩，人家唱戏的应该说我。几个人就唱过？那这隔行如隔山嘛。这个熟戏，生书，这个书啊，听生的。讲故事嘛，肯定是我没听过这故事，你再给我讲，绊住了我。为什么听书听扣子呀？说这点啪我一摔，且听我下回分解。你不知道我后边说什么，明天你还得买票来，这我再挣您诸位的钱。但现在这书就不好说了。你比方说我说这个《三国演义》，谁没看过三国呀？这据我所知啊，这应该是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一部小说，是不是全世界的我不知道，全中国这肯定是知名度最高的一部小说。生疏，我师父啊，恕个罪说，郭德纲先生为什么能耐大呀？人就敢说这种家喻户晓的书，比方说书馆开业那天说的这个《水浒传》，这个浔阳楼提反诗，我师父就敢说，为什么能耐大？不怕你知道什么叫评书啊？书情戏理，这个文章在这摆着呢，我说书人在这给您讲，说的是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我把道理给您说出来，书里边没有什么，我给您掰开揉碎的告诉您。还有这个九尾狐啊，前两天我师父说这个，这类书我书为什么也说得好，你可以去找，这种书不怕你找，我师父就说了，直播时候就说了，我说这部书我今天不传，就我今天没说完，我说的我隔一星期再说，全国的观众你们可以上网去搜遍查刚健是小说，你们去找，你们绝对找不着我下边要说什么。为什么呢？九尾狐狐狸精的事儿啊，这是根据徒弟的媳妇儿的事迹改编的。这还是他也能写，这个自己给算了。这个书我当然没那么大能耐了。咱们说这个三国，实话实说呀，我准备这书的时候啊，煞费了一番苦心，琢磨怎么能说出点儿奇特的来，或者说跟别人不一样的。但后来一琢磨呀，其实不对，这个东西大家太明白了，我怎么说，您各位肯定都有啊自己的意见，因为都看各种版本的一中天。谁没讲过三国呀？所以我今天这部书啊，怎么说呢，清水煮白菜，我呀原汁原味，书上怎么说的我怎么给您讲，我怎么想的我怎么给您说，不掺杂别人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好吧。三国这部书呢，大家都看剧情呢很简单，三分魏蜀吴，三国呢成这个鼎足之势。这三国呀，一强两弱，谁强呢？魏国强，曹操厉害，东吴孙权，西蜀刘备偏弱。为什么孙刘联合抗曹啊？因为曹操厉害，曹操太了不起了，好，托名汉相，实属汉贼，大汉丞相，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那是宰相。宰相这词儿怎么来的呀？这还得多说两句，秦朝有个宰相，这个官职到后来到什么时候没有的呢？到明朝截止的，明朝这个宰相这个职缺没有了。所以说明朝是咱们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最厉害的时候，皇上把这个大权包揽了。在这之前，丞相是辅佐君王的，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曹操这个官职的权力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呢？相当于现在的这么国际上这个怎么说呢，内阁总理差不多，比如意大利啊这个国家内阁总理很厉害。孙刘联合抗曹，曹操这辈子呀春风得意，非常厉害，可能说是不如意的事儿也有，但是呢非常少。有没有不如意的事儿呢？太多了，打仗就有，这个西凉御马超割须弃袍，宛城遇张绣，损失了大将典韦，也有不如意的地方，但这是打仗。
曹操政治生涯上笼络人才，非常有谋略。曹操手下很多的忠臣良将，那是看着曹操爱惜人才才相投的曹操。那么有没有曹操费尽心机千方百计百计千方想收归帐下不归降曹操的？有没有啊？有。谁呀？关、哎、云。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关羽怎么归降了曹操啊？哎，先说这个曹操怎么爱上关羽的。喜爱啊，喜爱之情。这个怎么回事呢？早在这个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时候，关云长有这么一回叫温酒斩华雄。打那回曹操就爱上关羽了啊。这员大将赤心赤念肝胆相照武艺超群，我早晚有一天呐，得把他收归我的帐下为我听用。哎，等来等去等来等去，这机会还就来了。什么机会呢？刘关张弟兄徐州失散，关云长被困土山，为了保护二家皇嫂，由这个张辽作保，相约三世战降曹操。曹操不傻，他为什么收降关羽？他知道关羽不会背弃刘备。张辽张恩远在中间说的话，张辽说什么呀？说丞相，这个刘关张啊，哥们弟兄关系是不错，但是您别忘了，这个人心呢都是肉长，你要是对关羽重情重义恩赐有加，用您的恩惠压过刘备对关羽的弟兄之情，那么关羽此人就能归降曹操。曹操一听这话有道理，好，这三件事答应关羽吧，归降曹操。哥哥打这一归降，曹操就开始用心了。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美女十名啊，上马金下马银，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亲自请命册封关云长汉寿亭侯，而且呢把吕布的那匹赤兔胭脂兽宝马良驹啊赐予关羽。这个武将是最爱马的，你送他什么？你送他金银送他珠宝他可能不爱惜，但要送一匹宝马，这是再恩惠不过的。曹操这个意思对关云长这就够可以的了。搁现在来说，好家伙，年薪多少万，是什么车是房，这就全给你了。多廉洁的干部，说实话这也该差不多了就。但是呢，关云长不为所动，还是那句话，刘关张这哥们一直在这摆着呢。这个事情啊，就怕发展到这个人们不能预料的地步。终于有这么一天，关云长得知了大哥的下落，河北袁绍之处，心急如焚呐、啊，知道大哥在哪儿了，马上就得前去相投，连去相府数次找曹操辞行，说不行了，我不能待，我得找我大哥去。曹操呢，没法见，为什么呢？见了以后，人关羽跟你说，我现在要走了，你让不让走？你不让人走，你有言在先，知道人主公下落，人就给去了。你让他走，真舍不得。待了这么多年，我为的是什么？我就为了把你留在这儿，我现在把你放走了，那怎么办？好，曹孟德免见拍高挂，不见关羽，这没辙啊！你见不着我，你不能走吧？美良公没办法，这才挂印封金，把这个汉寿亭侯的官印挂在房梁之上，把曹操所赐的金银细软封存起来，写了书信一封，带领二家皇嫂出离北门，够奔河北袁绍之处走了，没辞曹操。这关羽走了，这个府里的军校可不能不跟曹操禀报了，赶紧了，火急火燎，够奔相府，面见曹操，禀报说关羽走了。曹操在屋里干嘛呢？没有说真病在那儿，说在那儿玩，没有。
满营众将文武聚集在这商量这事儿，怎么办？不能老不见啊，日后有一天真见了怎么跟关羽说呀？正在这商量呢，小校来报，噔噔噔噔噔噔噔，秦岭城下大事不好。曹操这么一愣，何事惊慌啊？秦岭城下关云长挂印封金，保护二家皇嫂出离本门，人家走了。曹操啊，早料到有这一天，心里难受。哎，曹操心说，就这么一个人才，我这么留，你说就没留住？可有书信留下，留了书信一封，呈上我看。小校呢，把曹操这封书信就呈，把关羽这封书信啊，呈到曹操教驾下。曹孟德展书信观看，这封词，曹操书信怎么写的呢？原文啊这么写：与少氏皇叔，视同生死，皇天后土，实闻斯言。昔日下邳失守，所请三世，以蒙恩诺。今朝得知兄长在袁绍军中，回思昔日恩盟，岂敢违背？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兹特奉书告辞，抚慰告察，岂有余恩未报，愿以嗣之义日。这是说原文什么意思呢？与少氏皇叔，我关羽年轻的时候就跟着刘皇叔，视同生死。刘关张哥仨一头磕在地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与共。皇天厚土，实闻斯言，天日可见。这个话在我关羽耳边记着呢。昔日下邳失守，所请三世以蒙恩怒。当年屯土山相约三世，你答应过我这三件事情。今得知我主在袁绍军中，前要前去相投啊，回思昔日之盟，我想起我们当年结拜说的话来的，不能相忘。新恩虽厚，旧义难忘，这句话是重点。新恩虽厚，你曹操对我不错，太好了，但这是新恩，关某旧义难忘，我们刘关张哥仨的义气不能忘。兹特奉书告辞，抚慰照察，什么意思？我没向你辞行，我来了，你不见我呀？兹特奉书告辞，我留下一封书信，抚慰照察。你看，他有余恩未报。如果我关羽没有报答完你曹操的恩义，兹特赐之一日，来日有机会，关羽定当报答。这是原文，各位一句废话都没有。关云长大丈夫呀，来得明去得白，说得明白。我关云长为什么来的？我为什么走？这是有道理的，来明去白嘛。曹操把这封书信看完了以后，哎，没什么可说的，仰天长叹。云长屈移走了。就说到这儿，武将当中可有人不干，哗楞楞甲夜声响，有一员大将插手施礼：“丞相，关羽此人无礼特深。”谁呀？老将蔡阳。曹操营中这些武将啊，对关羽来说呢都比较敬重，唯独这蔡阳不服关羽，怎么就一来就丞相对你这么好啊，又这个什么什么上马金下马银嘛，好哪儿了？我就没看出来呢。其实蔡阳啊不明白一个道理，人呐、啊、都是这样。我就举个例子啊，这个越是得不到的呀，你越是觉得可贵，容易得到的呢你不觉得可贵，
你举例子，比方说我啊，我这个追求一个女孩啊，就是我看人好，我想跟搞对象，但是呢，人家不喜欢我，人不愿意跟我好，我身后边呢，可能有，比如说6到8个模特啊，比如说是美女啊，还有追求我，说五个，这个模特美女追求我，可能来说啊，就这几个人的条件与我喜欢这个女孩，那、啊、比她好太多了。也甭管是模样丑还是工作是开的车，哪个都比他强。但是在我眼里呢，我就觉得反正这个就比那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很轻易能得到，也不一定轻易，很轻易能得到，那个我得不到。所以说曹操啊就是这个心理。关云长是好，但说实话没有好到那么严重。为什么这么珍惜呢？他得不到难受。蔡阳不高兴，丞相，关云长无礼特深，欺我曹营帐下无人，某愿亲率铁骑500杀将前去，取关羽首级献于我主帐下。曹操一听这话，嗨，摆了摆手，那意思老将军老糊涂了，我怎么追人家呀？我追上人家，我说什么呀？我答应过人家，找着你大哥了，前去相投。这我追上人家，我没得说呀。退在一旁，武将说完了，文官有人说话：“丞相，关云长乱言骗主，冒犯军威。”其罪不轻，这话谁说的？曹操拢目光观看，程昱、程仲德，这是曹操手下的五大谋臣呐、啊。程昱这话说的，就比蔡阳说的有分量。为什么呢？这是谋臣呐、啊，乱言骗主什么意思？一封书信，搁在曹操帐前。几行小字把主公就给打发了，乱言骗主，冒犯军威，没有跟主公打招呼，这是对曹丞相的一种侮辱。程昱为什么这么说呀？这就是一个啊有脑子的下属，能够正确揣测领导当时的意思。程昱知道曹操想追不想追，想追，但是当着满营众将没有这个借口，我曹操答应人家了，我现在怎么追？程昱呢给曹操找了个台阶，说丞相啊，关云长是您可以让他走，但是呢乱言骗主冒犯军威，他走得不礼貌，您把他抓回来得问问是怎么回事。哎，这就是有脑子的下属，所有单位都一样，真的，你我们德云社也是真的，你这下属得有脑子，没有脑子招领导讨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哎，三哥走了是吧？我说这跟三哥的实事啊，这个去年12月份啊，我们德云社呢上海南有一场商演，这海南省政府呢请几个艺术团体啊做的一个汇报演出，我们住在海口市，这个吃过晚饭啊，我们从这个饭店呢往这个酒店走。这个一行人有谁呢？我跟你说说啊，我，孔云龙，我们是一场啊，高峰，栾云平，还有谁啊？这那次，哦，对，王海儿，就我师傅那经纪人，这个于谦于老师，郭老师，我师傅，那半路啊，这个路边啊有一个工地，这工地呢。有这么一个矮墙，走在工地边上了，我们就听见这工地里边打起来了，呼，骂街的是卷街的是动手的，叮当五四打起来了。这个人呢都有那个爱好看热闹，我们呢走在边上啊，就往里一看呢，哎，就看见里边怎么回事。这个墙有多高？我跟你说啊，这墙啊在1.75米左右，这是一个。很讨厌的高度，哥们，我呢是1.78米，
高老师一米八一，王团呢一米八差不多，于老师一米七五，我们几个人就稍微一垫脚，哎，就看见里边干嘛，打得挺热闹。这个我师傅啊，想看不想看的，想看，但真看不见。这时候，孔云龙，这是有脑子的下属，赶紧从道边捡了六块砖头，是吧？看不见没什么，你踩这看，踩这看。回北京以后，孔云龙停了一年的脚筋，知道吧？这就是不会揣摩领导的意思，让领导难堪了。所以说呢，程昱说这么一句话，说什么叫追，问问是怎么回事儿。啊，曹操是个明白人，程昱是什么意思呢？曹操明白，这事儿也不能这么办，太明显了，谁都知道，看在面上了。程先生退在一旁，把程昱也打发到一边了。曹操这时候啊，放眼在这个满营众将当中找人，找谁呀？找张辽、张文勇。为什么找张辽啊？关羽这件事情啊，张辽是保人，张辽跟关羽说的，说丞相您对他好，他肯定的，肯定得归降您，没跑您听我的吧。张辽来没来呀？张辽来了，打一进屋就没往曹操跟前凑，在那个柱子后边那儿躲着呢。为什么？张辽难受啊，怎么跟曹丞相说呀？当初我担保的，人家肯定在这儿，现在走了，你们先，哎，这没法说呀。这张辽跟这正闷着呢，边上有人捅他，别跟这闷着。张辽一看是谁呀？大将徐晃。这个徐晃啊，跟关羽是到了曹营以后才结识的，满营众将只有这两个人跟关羽关系不错，所以徐晃理解张辽是怎么想的。你啊，你别跟这猫着了，丞相找你呢。张辽一想也是，出来吧，知道丞相找自己了。啊，丞相有何吩咐？曹操一看张辽啊，你说心里不生气吗？也生气，但现在不能做出来了，强颜欢笑。文远，这么着，云长呢刚离许都，我想呢没走多远。张辽一听什么意思？没走多远让我追回来？哎呦喂，丞相您可不能这样啊，我怎么追？我没法追呀、啊。曹操看出张辽怎么想的，说文远你呀、啊、不要误会，你呢催马出离北门，赶上关羽，让关将军晚走一步，我率众家文武随后相到，我要给关云长送行。啊，张辽这一听这心才放肚子里边，这不是的，追赶关羽。好，张文远领命出得相府，颠鞭打马出离北门，追赶关云长。曹操呢见张文远走了以后，亲点500铁骑，文武众将全部亲随，一个不落，都跟着我。曹操心里要有事儿怎么办？出离北门追赶关云长。花开两朵呢各表一枝，按下张辽曹操不说，单表关云长。下面这个词儿啊，您各位要是老来我们这听相声就能知道了啊。这个6:30您往这一坐，大喇叭就有人说请我的贤师款动丝弦，学徒我赤诚诚给您唱这段灞桥挑袍啊。我不知道您管没有，反正我有点烦，实话实说，灞桥挑袍这个词儿写不错，您各位比我熟。秋色残凋，金雾萧条，受亭侯挂印封金，辞曹操出许昌，吩咐一声众军校，皇嫂的拘辇要慢慢摇，趁着这凉爽时节霜降早，金风儿阵阵透某的征袍。这个词儿写得好，但是这词儿写得有毛病。为什么呢？这个呀
毕竟是舞曲作品，还得合辙，得押韵呢、啊，这词儿也好听，要不观众不爱听啊。你看这个词儿写的啊，趁弱者凉爽，直接霜降早，金风儿阵阵，透帽子征袍。这个关羽很潇洒，很惬意啊，有点春游的这个意思。秋游啊，对，秋游。嗯，观众提的很对啊，以后不要说话了。这个不对，关云长怎么可能这个心思呢？还清风而阵阵透帽子征袍，心急如焚呢。得到自己兄长下落，恨不得一步赶到河北与兄长相见啊！这个亲人相见，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感悟啊？我有。这个，我父亲啊，我小时候，我记得四五岁的时候，我父亲回了一次老家，走了这么得有十五六天，哎呦，我就哭得不行了，生离死别，这那是我头一回感觉有这种感觉，到现在这感觉我印象犹深。关云长就是那感觉，恨不得一步赶到河北与大哥相见。按关云长的脚力，这匹赤兔胭脂兽走不了这么慢，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磕起盖一使劲就到了。关云长心里害怕，害怕什么呀？他怕曹操来追，而且他知道肯定来追，以曹操这个人性不会不追。曹孟德什么人？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就是说，宁愿我对得起天，我对不起全天下的人，不能让全天下人对不起我。那意思是什么呀？这个东西好不好？好，我要得不到，谁也甭得，我就毁了他。曹操就这么一人性。关云长知道必然要追，那也不行，慢点走吧。正在前行之时，忽听背后马化鸾铃声响，当当当当当当，还有人呼喊：“关云长。”不是关云长，云长兄，慢走一步，文远来也。关羽听出来了，张辽，我就知道是他，没有别人。关羽呀，大将心态，不为所动。这个军校可受不了，他们知道是逃出来的，这军校当时就慌了，说：“关将军，咱这个。”咱不行，人追上来了，咱这就这么几个人，非让人杀了不行啊！两家黄嫂也慌了，甘弥二位夫人把帘就掀起来了，说：“二叔，这可怎么办啊？真有追将前来，咱们如何应对？”关云长手握青龙刀，黄嫂，休得惊慌。纵曹军千万铁骑，吾关羽舍得一身性命，保二家黄嫂安然无恙。赶紧吩咐赶车的军卒，你们呀速赶车辇前行几步，我在这儿阻挡曹操的军马，一会儿再去追赶你们。好，这个小卒我啪咕咕咕，这个车辇顺着官道就走着去。关云长立马平刀在这儿等了这么一会儿，眼见着这个车辇走的没影了，这才一拨马头，把这口青龙刀掌中这么一提，立于霸州桥上，就后张辽。张辽很快，一会儿就到。到关云长马前勒住坐骑，二将军，何故行之特急呀？那意思怎么走那么着急呀？关云长这时候脸上带出不好看来了。文远。追赶于我，莫非拿我回许都不成？那意思你要抓我是吗？张辽真没得说，实话实说，怎么跟人家说？哎，云长不要误会，我这次来呢非是追赶将军，曹丞相有命，让将军晚走一步，大队人马随后就到，与将军践行。关云长一听，践行，这真的假的呀？说不好啊！这是让张辽先把我稳住了，怕我走远了，一会儿过来任杀任剐，再由曹丞相尊便。好，关云长心说：如果我关羽今天在这跑了，让你追上了，
关云长不算英雄好汉，我等着你。关云长立马横刀不走了，站在坝上，立马横刀立于坝州桥畔，等着曹操军马。曹操来得快，没多一会儿，五百铁骑，征程滚滚，浩带飘扬，掩杀至坝州桥畔。到了桥头以后，大队人马两军列开。再看曹操的左边，啊，那都是谁呀？荀攸、荀彧、郭嘉成、羽鲁谦、满宠，一个个文官是大袖凝风，峨冠博态，肋下佩剑。再看右边，曹仁、曹洪、于禁、李典、许褚、徐晃、张辽、夏侯惇、曹八将，一个个是飞鸣甲亮，刀枪越眼。这个文臣啊，还比较文明，一个个啊，还是有个儒雅之风，手提马鞭，在马上安然稳坐。这个武将可不是，一个个好家伙，手提军刃，横眉立目，到那以后就瞪着关羽，一边瞪着关羽，这个拿眼睛斜瞪曹操，那意思什么意思？丞相，您只要一下令，我们上面的碎尸万段。太不像话了！中间青罗伞下，这才闪出了曹操曹孟德。再见曹操，好看，头上戴象腰硬翅乌纱帽，顶梁门嵌美玉，光华闪闪，身上穿大红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怀抱令旗令箭，坐在逍遥马上。曹丞相是不怒而自威。曹操正是得意的时候，一瞅这武将啊，一个个这么厉害，曹操看出什么意思来了，拿眼睛瞪这么一下，武将就明白，这是曹丞相有命了，不能随便乱动干戈，一个个这才把这火往下又吸了吸，不犯这个劲儿。您记住，这个人呢能忍得住，这马可忍。这个战马呀，什么叫好的战马？通主人的人性，就是说主人这个武将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悲哀，什么时候愤怒，现在要干什么，脚底一使劲，这马就明白。这个武将情绪上摁得住，这个腿上摁不住，这腿上较着劲，这一匹匹战马踏踏踏踏踏踏踏，在这霸州桥边就趟起了一路红烟。马为什么难过？也为什么这马为什么生气？一个是这武将给的信号，再有一个啊，这些个战马呀，人丑人难受，马丑马也难受。这个战马，这匹战马丑，这个赤兔就难受，你知道吗？同行是冤家，这跟我说相声一样，真的。这个当初这匹赤兔马没给关羽的时候，曹军出营啊，说这个。一槽的马刷洗印溜，这匹赤兔马永远是那条件最好的。单拿出一个槽喝水，单拿出一个槽喂料，这些个战马平时瞅着赤兔就别扭，怎么那么讨厌呢？就你开专场，我开了专场。今天，这些个战马我逮着你了，完了吧？美美啊！今天俩人一块儿全给你们俩摁在这儿，一个活不了。哎，别人暂且不说，单说曹操曹孟德啊，把这匹逍遥马往前缓步提了这么几步，踏踏踏，离着关云长呢，在这个有这个七八米的样子，吁吁勒住了坐骑。哎，曹操马上又看了看关羽，真喜。太喜欢，哎，得不到，你说说什么？对吧？曹孟德马上拱手，二将军，何故行之太急呀？原文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走得太着急了？有的人在这儿啊，说书的时候，咱不提是谁啊，在这儿不这么说。在这说什么呀？说二将军何故不辞而别，这个我不赞同。原文上罗贯中先生说这话有道理，行太速，
这不应该说不辞而别。您记住，不辞而别这是带着埋怨。曹操在这儿不可能在这儿埋怨关羽，因为曹操后边还有事儿，他还想留关羽，所以在这儿不可能埋怨。云长何不行太速？那意思你走得太着急了，我不是不让你走，干嘛走这么着急？关云长不明白曹操什么意思，明白了，没办法呀，把这口青龙刀往鸟翻得势胸上嘎楞这么一挂，马上也抱完拱手，丞相，恕关云长甲胄在真，不能下马施以全礼，完望丞相海涵。那意思啊，我就不下马给你见礼了。曹操心里明白，你是不下马给我见礼吗？甲胄在身，你不是，你心里害怕，怕你一下马，我满营众将过来哗啦把你围了，是杀是剐是逮起来，好，没关系。云长，你这一走，老夫割舍不下呀，我舍不得你走。关云长这时候脸上带出不高兴来了，卧蚕眉一挑，丹凤眼圆睁。这个关云长是丹凤眼的，什么叫丹凤眼？这个内眼角啊往下抠，外眼角上挑，这个叫丹凤眼。这个内眼角往下走啊，这个多见，您看在座诸位这都是好看的，内眼角都往下走，这为什么呢？这不新鲜，这是咱们黄种人的一个特征，蒙古人种啊，这个泪腺啊都比较这个隐蔽，都往下走。但这个外眼角往上挑，这个不多。您看我这个没有，但是我这个不是，不是外眼角上挑，这个好看，这叫丹凤眼。好多工业设计啊用这个丹凤眼。这个你举一简单例子，那谁，我们这高个才买了一个上海大众的那个车，叫朗逸啊，不知道各位有知道没有的？尊荣座驾，朗观行逸啊，那广告词非常好，叫朗逸。朗逸这个车呀，是中国自主研发设计的。朗逸车的这个前灯，您注意上大街看是丹凤眼，内眼角下窝，外眼角上挑，这有中国的神韵，好看确实。丹凤眼，有的人把这丹凤眼跟这个倒三角眼经常混。这个倒三角眼是什么模样的？我不是倒三角眼，我这也能长成丹凤眼。倒三角眼什么样的？这个内外眼角啊都上挑，倒三角眼，这个不好看。你看牙眼角都上挑，这不好看。这个丹凤眼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啊，简称叫凤眼，丹凤眼好看。年轻的时候丹凤眼，到了中年以后呢，这个皮肤啊可能是松弛啊，这个外眼角从这个上挑啊改成往下走了。就内外眼角都往下走，这叫什么眼？这叫逆凤眼。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英国有一个前首相叫撒切尔夫人，铁娘子，年轻时候长得漂亮，单凤眼，内眼角上挑，中年以后往下走了，往下走以后仕途上一路顺风，当上了英国首相，铁娘子。所以说这个逆凤眼啊，好多人都说深谋远虑，办事有章法，大人物。但是呢，一般的可能这个偏贬义形容人的居多。咱们国家也有，谁是逆凤眼啊？曾国藩是逆凤眼，汪精卫是逆凤眼，这俩人就看出来了，略带这个反面的教材，这个意思。关云长丹凤眼，长得好看，卧蚕眉圆睁，不高兴，说丞相，今日屯土山相约三事，你是答应过我的，今朝前来相追，所谓何故？就是说你今天来追我来干什么？曹操这时候啊脸上有点不好意思啊，云长休要误会，老夫此来没有他意，乃是你在我许都一住数载，与老夫结下很深厚的情谊，云长此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
我特率领众家文武来与将军送行。这曹操这些武将，这都拔了劲儿了，这都。一听这话，别泄气。说丞相，咱这是不是太没劲了？咱们，好家伙，您这走就走吧，您到这还问什么什么形态素啊？都别问这话，人都不要你了，就别跟人说这个，还给人送行。哎，这没法说这事儿。曹操肯定不能管这个呀。另外呢，老夫想到，云长此去万水千山寻找兄长，川资不够，特地给云长送些路费。这众将一听更难受，说丞相咱是不是挨贱了？好，追过来，你给他送行，还给他送钱，太过了。曹操这时候把手一挥，来拿过来。话音未落，有两个军卒拖过两个大盘子，红油漆的盘子，往关云长马前这么一举，这盘子上装的是什么呀？马蹄金，全是金的。云长，这些个金银呢，没有别的意思，你带在身上，穷家富路，别太亏待自己。关云长看看这些钱，丞相，关某在许都数载，丞相待关某不薄，所赐金银已足，我不要钱了，您这些黄白之物啊，赠与前来的军校，那意思你把这钱呢、啊、给这些个军卒，别给我，我够，我不要。这小校子举着托盘挺高兴的，那你看，要不说人家关羽会办事儿，这都是我们的了。啊！曹操呢？微微一笑，云长，我深知你不能要死黄白之物，来，把你拿起来。但是金银你可以不要，老夫有一件东西赠与云长将军，切莫推辞，拿过来。说着话，这回不是军卒了，有一位中军官拿过一个大托盘来，上面盖着一个红布，到了曹操马前，曹孟德把这个红布唰啦的一掀，这上装的什么东西？乃是一件锦袍。这时候曹孟德亲自下马，把这件锦袍从这个小校的托盘里边就给取过来，顺着阳光这么一展，各位，满营众将可有认识这件袍子的？不是一般的袍子，这件袍子是曹孟德五十整寿那一天，他呢拆选了这个苏绣、湘绣、滇绣、川绣，反正中国啊四大名绣能工巧匠于一身，在这绣了七七四十九天，绣得此件锦袍。这锦袍上面什么掐金边、走金线、蟒翻身、能探爪、宽片云锦，那都不用说了。这件袍子最值钱的地方在哪儿？顺着阳光这么一展，你在上边能分出四时的花开花谢来。什么意思啊？到了春天，顺着阳光一展，有水仙花，一直到腊月的腊梅，您都能看出来。这怎么回事？这上面绣着宝贝呢。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红宝石、蓝宝石，不是说什么大往上绣什么，什么合适往上绣什么。这件锦袍，曹孟德五十整寿那年，在身上啊就穿了这么一个时辰，赶紧就脱下来了，赶紧送到库里边保存，怕穿坏。今天把这件拿出来了，满营众将都傻了，说丞相这是要干嘛呀？这丞相疯了，这是。这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你给关羽啊？曹操不管他，把这件锦袍拿过来以后，放在手中，亲自走到关云长马前，把这件锦袍举过头顶。注意曹操这时说的话啊，云长，你老夫相距数载，
此番一别不得何时何月才能相见，锦袍一件不成敬意，也表老夫仰慕将军之情。这话说的有分量。为什么曹操刚才拦着满营众将不让他们杀关羽？曹操是大谋士，这时候不能用硬的给来软的。他知道关云长大仁大义，好，我大礼相赠，以情动之，我亲自下马把这件锦袍送到你面前，你关云长肯定给下马接着袍的，这是基本的礼节。我曹操是大汉丞相，袁绍刘备虽然不是我帐下的官员，但是他也是汉朝的臣子，跟我差的品级呢。我说是相赠这个锦袍，这是赐，你给下马来接。只要你关云长一下马，我把这件袍子往你身上这么一配，我一拉你的手，云长，你就别走了。关云长走不了了，肯定是走不了，永远走不了不可能，但起码这次关云长走不了。曹操心说，我先留一次，留一次是一次，以后再做定夺。把这件锦袍托于关云长面前。哎呀，关云长这时候，列位，你们要心里想想，可以知道是个什么心情。你要说一点不感动，不可能。曹操对自己太好了，一个不字都挑不出来。今天我要走了，没跟人打招呼，人家率众家文武送我，送我金银我不要，拿一件宝贝锦袍，大汉丞相亲自下马，双手托于我的面前，纵于我，我怎么办？关云长明白，我只要一下马，曹操肯定给连哭带拽，我走不了。也是急中生智，关云长马上能拱手，丞相，祝关某见不着，他不能是家有本身啊。祝关某赶路要紧，皇嫂军辇就在我身后，我不能久待。关某要用我的青龙刀将这颗锦袍挑过灞桥，不知丞相意下如何？啊，曹操傻了，坏了，失败了，给了夫人折兵。他把这个刀挑过去，那不能不让人挑啊，丞相不能耍无赖啊，你跟人耍无赖，挑什么挑？那不懂事不给了，不能干这事儿，对不对？好，我就不信你敢挑，任由将军自便，你挑吧，我不信你敢挑。关云长手直哆嗦。丞相，恕关某无礼了。说着话，把这口青龙刀往前这么一探，唰，把这个袍子真挑起来了，拿左手这么一揽，往身上这么一披，穿在身上。再见关云长，好看了，五柳长髯散胸前，金戈铁马立于前，文读孔圣春秋笔，武达孙武谋略高。正气堂堂冲霄汉，威风凛凛冠九霄，立马横刀平江处，一世天神立灞桥。更好看了，穿上这件锦袍。关云长穿上锦袍以后，心说我可别再多待了，实则生变呐。说着话，跑云长左脚一踹凳，后脚一掌当，可你敢飞山，把这匹马唰啦的一拳赤楚千里驹在这个灞桥边上就转了180度，这马尾巴冲着曹操，那意思什么呀？催马这就跑了。曹操站在后边傻了。云长，这是心说啊，嘴里可没说出来。云长，我待你如此不薄，你把我这个袍子挑过灞桥，礼貌不起，礼貌放弃搁在一边，是不是太绝情了？你一句话都不说就走了。曹操下意识的呀，把这个马鞭可就举起来了。注意啊，这是个下意识动作。他这时候不高兴，这一举马鞭可不要紧，满营众将可不干，哗啦啦哗啦啦，马鞍桥多着多着马，军人全抄起来了。主将这是个信号，马鞭往下这么一落，大队人马杀将前去，甭说宰关羽了，踩也把他踩死了。
曹操把这马鞭举起来都放下了，干出这事儿。为什么呢？取信于天下，今朝宰了关羽，坏了我曹某的名声，日后我怎么臣服这个让天下人臣服于我？关羽就这么跑了吗？也不是。关云长把这个马圈过来以后，心里琢磨也是，不能这么走，得说句话。把这口青龙刀、苏秦背剑往身后这么一背，左手一推长髯，在马上一侧身子，冲曹操说了句话：“丞相，关某多谢丞相赠好之意，我是丞相多多保重，你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云长，去也！啪！说着话，一伙把刀，左脚一长裆，右脚一长裆，可你改变废物差事，你为国外为招，这一赤兔千里马，提枪黄喉，纵本乱扎，顺着大刀就跑下去了。曹操看关云长的背影也跑远了呀，愣了给有半分钟，这才走在灞桥之上，眼望着关云长的背影，长叹一声：“哎，云长，着实去矣。”这个许褚在后边都快崩溃了。丞相，咱是不是太贱了？太奸了，是不是想咱学？文臣武将都不看，好家伙，大谋士郭嘉诚欲滚鞍下马，跪落尘埃，说：“丞相，关羽骁勇，不可放走。如若离去，酒后必为我主心腹大患。”许褚那不服啊，许褚外号叫虎痴啊，典韦死了以后就是许褚啊，气得哇哇怪叫：“丞相，关羽无礼特甚，待我杀将前去，献于我主。”曹操急了：“咱快待着待着。”懂什么你们？跟人献献个玩笑，什么你们也不懂啊！我等500铁骑，云长一人一骑，他焉能不疑呀、啊？我敬云长什么人？赤心赤面，肝胆相照，正义凛然，救主不报。你们买营众将，能有两个人像关云长对待刘备那样对待我，我就知足了。来呀，笔墨伺候。曹操还要留个字儿，啊，笔墨留下。关云长提笔留诗，灞桥上向云长同志学习。好，这才叫不刮春风哪下秋雨，没有今日灞桥赠袍之意，就没有日后华容道放曹之情。关云长灞桥挑袍，这才引出了后文书：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五城会弟兄从相见。